俄乌关系在俄罗斯撤兵之后呢，紧张关系开始缓解了，美股呢也开始反弹。那么反弹能不能持续呢？俄罗斯是否会再度变卦，重新集结部队呢？实际上啊，俄罗斯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跟乌克兰东部地区以后，一直没有在这个地方完全站稳脚跟。这块肉呢，吃到嘴里也没有那么好消化的。再加上老毛子的经济实力呢，目前严重依赖于给欧洲提供油气，不允许打个大仗，所以真正开战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小的，对美股的利空呢也就比较有限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如果俄罗斯真的开打，那么市场就一定会大跌吗？给大家看个图哈，历史上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每次开战，油价基本见顶，这是因为开战之后呢，美国通常要进一步施压欧佩克，让他们增产，不然的话美国的 CPI 就要飞上天了。所以如果真的打的话，那么油价呢大概率也是要跌的，那么 CPI 也会跟着降下来，对于美联储来说，加息的压力反而就变小了。所以即便出现这种情况啊，也不用觉得美股就要暴跌了，宽幅震荡大概率还是美股今年的走法。我是研究投资到头部的大佐，欢迎点赞关注加分享。